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34页，1034页，从第一行看起。第一行下半段，开解。开解者，心开得解也；欢喜者，闻法其会也，自然欢喜也。在佛教，无论大乘小乘，宗门教下是显教密教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了解佛教是什么。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学。教学古时候印度人跟中国人都非常重视开解，开始开悟，解是了解，就重视悟性，跟现在人不一样。现在人呢，学习的属于知识，叫广学多闻。那要是以中国的标准来说，孔老夫子的标准叫记问之学。这种学问呢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古时候，老师教学生，抗战时候还有，抗战以后没有了。抗战时候，我们念初中，偶尔听到老师在那里讨论，在谈话。我们从外面走，客厅外面走，老师在里面讲话，我们能听见，走过。老师在那里谈学生，哪个学生呢？悟性高，哪些学生没有悟性？他说：“我们才懂得他对这个很重视。那悟性高的，这叫认真教；悟性没有悟性的，那就是学常识。有悟性的时候，老师一定要帮助你把悟性提升。”因为什么？那是智慧。智慧是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，这智慧。教你一样就记住一样，教两样就记住两样，那个人没有悟性。没有悟性，只好随他，那就不是很重视，所以这跟着一起学就是了。真正有悟性的，能教得出来。古人重这个，那佛法就更重视，重视开悟啊！你学佛不开悟，这怎么行呢？所以佛法是能开悟的，无论学哪个宗派、哪个法门都可以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都帮人开悟。那不能开悟怎么办呢？我叫念佛。专心念佛了，能求生往生净土，真正往生净土等于开悟，甚至于比开悟还高。可是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不多。说某人往生，那都是恭维的，说好听的不是真的。
啊，证往生没那么容易啊。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，我们读了这么多了，世尊为这个事情说这么长的一段经文。真念佛人要没有怀疑才行啊。你看前面告诉我，对如来的智慧有怀疑，对自己的善根有怀疑，啊，真正认真念佛，心愿持名，也能往生，生边地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没错，但是到那个花不开，你在莲花里面待多久呢？待500年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他有沉浸心，但是他有疑惑。啊，他要没有沉浸心呢，没沉浸去不了啊。这真诚恭敬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唯独净宗这个法门。什么样根性的人都能得度。往生的条件真简单，你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啊，你用沉浸心去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啊，念要遵守大势至菩萨的教导，怎么个念法？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啊，什么叫度摄六根？度摄六根就是我们简单的讲是清净心。啊，六根呢，不缘外面境界。啊，把六根收回来。啊，不去攀缘外头境界，眼不要去攀缘色，耳不要去攀缘声音。为什么？这个样你心就定了。啊，耳眼看外面色，耳听音声，听到马上就分别，马上就执着，啊，顺心的就喜欢，不顺心的，就不高兴。你的心不就全被外面境界转了吗？啊，这个办法不行。这办法不能往生，啊，所以往生这个念佛呢，经上讲的好啊，一向专念的，啊，这个一向一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度摄六根，这就一，一就做到了，啊，你一心没有二心，啊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啊，这个是一心。它都是六根，专念呢，专一个方向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我都不念了。啊，真正修净土的，我只是这么大年岁了，现在把往生摆在第一，那就是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放下了。我今天早晨起来，我们的院子在整理。啊，他们说要怎么做怎么做来问我，我说不必问我。你们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做，你们是专家比我内行。啊，旁边就认识，那你总得说，我说我过2000往生极乐世界了，我还管这干啥干什么？啊，你以为我在那里还住一辈子啊，住几十年呢？啊，这就是不被境界转了。啊，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为什么？你们比我住的时间久啊，我比你住的时间短了。啊，不闻不问，什么都好，大家说好就好。
啊，要用这样的心去念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可是那个疑很难断。啊，疑自己，我们自己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什么人去的？大智慧的人，大福德的人。我们一生造业，啊，业障深重，行吗？能去吗？这怀疑，这怀疑就不行了，这不能怀疑。啊，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那种慈悲、愿力，是没有人能够相比的。我们的能往生，全凭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啊，慈悲来接引，啊，不能怀疑，啊。阿弥陀佛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样样都要相信，都不能怀疑。啊，这样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啊，很快啊，就成就啊。啊，所有净土经典，只有这部经讲得最详细。最完备，这是面面俱到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不可思议，给我们收集这么多的资料，啊，让我们对这桩事情终于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啊，不再怀疑，不再忧郁了。这取西方净土啊，就有把握啊！啊，决定要生了、啊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我们不生净土，就到哪里去啊？就到三途地狱去、啊，没有什么好路给你走啊！啊，天上去不了，没这个条件。天上也有大福报，我们的福报不够啊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升天要上品十善，不是普通的十善，上品。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这能做到吗？我们是不杀生的，看他不高兴的时候，对那种很透了的，那也是属于杀业、杀的习气啊，没断了。啊，不偷盗，想占人一点便宜，这盗心。啊，细微地方就观察了，这是全有啊，没断干净呐、啊。啊，不邪淫。不妄语，不良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最不容易受了。啊，口的四种过失啊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真的不贪吗？没有贪心吗？啊，赞叹你几句就很高兴了，这还是贪心吗？啊，贪图别人称赞吗？啊，回报你批评你几句就不高兴了，啊，这都不行了，功夫都不到家了。虽然修很脆弱，啊，细细一说的时候，习气毛病还是有。这个东西障碍往生。啊，我们念佛，为什么念不好？心定不下来。静不下来，有原因的。啊，记住，往生净土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那个标准是什么？心静则佛土静。那个地方是净土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就不能往生。心清净，
喜欢发愿求生，决定得生。啊，以清净心修净土啊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开解重要，心开得解。啊，心里面开悟了。啊，对于这桩事情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。那我们自己的经验啊，学佛61年，讲经讲了54年，你要问净土什么时候搞清楚啊？告诉诸位，最近才搞清楚搞明白啊，真的，现在这种设施，一个月比一个月清楚，一个月比一个月明了，很欢喜啊，所以底下就有欢喜，啊，在真欢喜，啊，这个世间事放下了，再不管了。啊，世间事世间人去做，你来问我啊，我会告诉你你怎么样去做啊，你去做，我不干了啊，决定要把往生净土当作我们一生第一桩大事。为什么呢？不能往生再搞轮回，麻烦大了，轮回搞不得了，这时间太苦了，还干这个事情啊？要度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，做了佛回头度众生没事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像历代祖师大德，多少都是佛菩萨再来的来实现的啊，那个可以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往生极乐世界定做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啊，要念到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往生啊，我一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前就来接我，这就是我们净土修成功了，真正欢喜，叫闻法齐慧呀，自然欢喜。这自然两个字很重要，自然两个字就是佛经上讲的法喜充满啊，这个快乐欢喜不是外面刺激，从内心里的分流出来的啊，孔子所说的须二十习之不亦说乎，那就是自然的欢喜啊，不是外面的啊，读书读得快乐现前了，那什么读明白了就快乐了，读不明白那个快乐生不起来啊，读明白了也就是开悟了，如讲究开悟啊，佛就要求开悟，他悟了之后呢，他就有这个能力，也得遍供，遍是普遍，供是供佛啊，极乐世界的人去这个地方啊，非去不可。我们知道供佛是最大的福报，你修佛那供佛啊，不供佛哪来的福报啊？世间大富大贵都是过去生中供佛修来的，那不供佛哪来的福报啊？那么大的福报啊！西方世界的人有本事分身啊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，他有本事分无量无边身，
每一尊佛面前都有他在那里供佛，他有这个本事。啊，而自己本身呢，本身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还在阿弥陀佛大殿里头听讲经。哎，分身出去，十方世界去供佛去了。你现在修多大的福报？我们供一尊佛都不得了了，他有能力同时供无量无边诸佛，啊，修福报啊！同时呢，又听诸佛讲经说法，那是修慧。所以这个供佛是佛慧双修啊，都是佛慧里的第一等啊，最高的佛慧。这是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做不到的，只有极乐世界的人做到。所以他成佛快啊！啊，哪个世界都比不上极乐世界。啊，成佛快速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那这个本事从哪来的呢？不是自己修成。是阿弥陀佛加持给他的啊！只要你往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第二十愿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阿惟越致菩萨就是化身大士，就是说他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，他有这个能力啊，他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神通道理，修行就快了，就方便了。啊，十方世界找不到啊！啊，十方世界必须得自己修，修到什么时候呢？这经上讲的，真正修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才有这个能力，才是法身菩萨。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呀，我们今天连不执着都做不到啊！不执着是阿罗汉呐，不分别是菩萨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了。这个道理我们明了啊，在这个世间做不到啊。到极乐世界不比我们修，这个能力，阿弥陀佛以他老人家本愿为神啊，他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我们啊，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，这是极乐世界不能不去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所以在一德变供，啊，这就是，生边地的菩萨，啊，他知过了，知道自己错误了，他忏悔了，啊，阿弥陀佛的光就照到他，他花就开了，啊，花开见佛，啊，所以自然欢喜啊。一德变供，普遍去供佛。那么这个就是谭鸾法师所说的积德如意，还同三倍圣者。如意是自在啊，花不开不自在啊，花开见佛这就自在了啊，所以他给三辈往生的这一些人完全相同，智慧相同，德能相同，神通相同啊，普遍一切诸佛如来相同，具诸神通，你看遍供诸佛。
啊，于诸功德呢，随意修习，具如弥陀本愿。啊，修集功德，就像阿弥陀佛本愿里的所说的。啊，你自己又肯修，佛又加持你。啊，所以到那边成就，就比什么都快了。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，下面说：劝之疑心厉害。这个标题很清楚啊。释迦牟尼佛劝我们，说什么呢？说一个疑，说一个信。啊，他的厉害，信我们的利益，怀疑呢，那我们就麻烦了，就受到伤害了。啊，决定不可以怀疑。啊，请看经文，如阿逸多，当知疑惑，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舍大利也。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啊，决定不能怀疑佛的智慧。佛的智慧是自信里头本具的，不是学来的。啊，佛的智慧是圆满智慧，真正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那么再要紧的要告诉我们，佛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有。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话很重要啊。啊，这是真正了不起的大教育家了。啊，首先就把教学终极的目标告诉你。啊，你到这个地方来求学，希望得到什么？希望成佛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福报。啊，成佛呢，就成就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福报。这讲清楚，讲明白了。佛不是神，不是仙。啊，神仙智慧也没有圆满，福报也没有圆满。啊，佛是智慧福报圆满的人。你看我们念三皈依，皈依佛二足尊，二就是智慧福报，这个二啊，啊，足是足是满足了，满足就是圆满吗？啊，所以对现在一般人解释什么叫佛，你拿这个他听得进去，你说别的他听不进去，你说什么自觉觉他觉性圆满，把他讲了迷迷糊糊的，他听不懂啊。他要的就是要福报，要智慧。哦，你说佛就是智慧福报圆满啊，他就很就听进去了，他就喜欢了啊。你要求大福报，要求大智慧，你就到这儿来求。啊，一般人，现在一般人佛是什么观念呢？佛跟鬼挂上钩了。啊，佛是专门超度鬼的，所以一听到佛他就讨厌。啊，我们有个同学在上面买一个房子，在门口给贴个南无阿弥陀佛，隔壁人把他撕掉。啊，他们忌讳，认为这是很不吉利。就说他不要福报，他也不要智慧。
不要福报就贫贱，不要智慧就愚痴，是他根本不懂啊！这个人就可怜悯者啊！我们总得把这桩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的。啊，我早年要不是方东梅先生，你告诉我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不会接受啊！这句话很中听的、啊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那我要学。啊，你要给这些人讲最高的享受，他听不懂，一般人听不懂。你说佛是最大的福报，哎，他这吸引力很大。啊，就把它吸过来了。啊，大智慧还其次，大福报是排在第一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善巧方便接引众生，啊，但是句句是实话，没有欺骗人，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信了，得无量无边的利益了。怀疑有害啊，严重的害，你不能往生，你来生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即使是往生500岁当中啊，见不到佛，闻不到法啊，这是害之轻者啊，害之重者的时候呢，就搞到轮回去了、哦。我们看注解，啊，年老的注解，阿逸多，阿逸多是弥勒菩萨的名字，啊，弥勒是他的姓，啊，弥勒呢翻成中国叫慈悲慈氏，啊。所以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的名字啊，世尊重唤其名，这在经典上主要留意，凡是佛教的名字下面的很重要的话，他叫你名字提醒你，你要注意听啊，底下是非常重要的开始啊，这以警醒大众啊，专心倾听，这叫名字。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呀、啊，为设大利啊，最大的利益你失掉了，最大的伤害、啊。你碰到了，这疑可麻烦了。大乘教里面讲三毒，就是贪嗔痴；讲五毒，贪嗔痴慢疑。啊，实际上呢，慢跟疑也在三毒里头。啊，傲慢是嗔恚里头的核心中心点，疑惑呢是愚痴的中心点。他要不疑，他怎么会愚痴啊？啊，他要不傲慢呢，他怎么会有嗔恚呀？啊，所以从这个里头啊。把它捏出来就变成五毒了啊，你里头有五毒，外面就招五种灾难啊，这大乘经上说的啊，水灾从哪里来的？贪心来的啊，
贪婪呢，赶得水灾啊，海水上升。啊，我还听说不是海水上升，水从天上来。啊，我也相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是去年，是前年，去年，图文巴淹水。我听到这些，图文巴怎么会淹水？山神呢？怎么可能会淹水呢？真的被淹了。啊，只淹了一个小时，水就退了，水就流到山下去了。啊，但一个小时死30多个人。啊，这个车辆毁掉得100多辆。啊，我，啊，是我对，是去年年初，市长到我学院来看我，我就问他怎么回事，怎么会淹水呀？他告诉我。那个雨就倾盆大雨，就像水倒下来一样，流不出去，因为你有街道流不出去，这样淹水的。啊，也不是水利工程做得不好，它太急了。啊，突然之间，啊，所以一个小时之后，水都流走了，流失掉了，在天上来。啊，贪心干的，啊，海水上升，江河泛滥，啊，嗔恚感应的火灾，你发脾气，全身都热发热，火灾，啊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是这个感应的，啊，愚痴感应的时候，风灾。傲慢感应的是地震，怀疑呢？怀疑现在我们听说很多地方山倒下来了，地突然下去了，地陷了，啊，山崩地陷是怀疑。人要能够把贪嗔痴慢疑断掉了，这地球上就没有灾难了。啊，对身体来讲呢？你五脏六腑很健康，你不会有病啊。所以对内脏的时候，它每一个对一个内脏啊，你有哪个毛病啊？你哪一个脏腑的时候会生病啊？这五样东西都没有，你身体健康，身心健康，你居住的地方灾难没有。他都给你化解掉了。啊，佛经上这个说法，现在量子力学家承认。啊，他们现在天天在讲念力的秘密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主张智性一出，跟释迦牟尼佛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佛在大小乘经上都告诉我们，智心一处就是禅定，啊，就是把收心收中在一点，哎，不要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，我们的心散乱掉了，啊，像光，啊，这个灯光打开，啊，光是散的，四面八方它都照了，如果把这个光收起来，让它有一点，就变成极光。啊，极光能穿透钢板。啊，但是这个散的光的时候，连一张纸都不能透过。啊，所以这个心的念力集中啊，那还得了啊！啊，佛在经上说，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啊，最大的事是成佛。转凡成圣行，你真能成得了佛啊！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
啊，他在菩提树下入定，智心一处，超凡入圣，他证果了，不是菩萨果位，不是声闻果位，他成佛了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不是盘腿面壁。啊，半夜五祖召见他，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开悟了。啊，他是文法开悟，跟释迦牟尼佛入定开悟境界完全相同。啊，那个开悟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同时放下了，啊，放下他就听懂了。如果他没有放下了，他不会开悟。啊，这开悟就是前面讲的闻法其慧，啊，其如真理，与自信相融。这就明心见性了啊！所以无论干什么事情，这个经题上的话，这是纲领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就是清净平等觉，这是修因呢、啊。我们修行的标准就在这上面啊！怎么个修？修什么？从清净心下手，啊，得清净就证阿罗汉果，得平等就成菩萨，得后面那个觉，就是大彻大悟来成佛。所以这五个字是三个果位，啊，声闻、菩萨、佛，这修因。那因一定感到果报，果报是上半节所说的大乘无量寿庄严，这是果报啊。大乘是什么？智慧。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好啊，极乐世界的智慧啊，阿弥陀佛的智慧，极乐世界的德行，圆满的德行，德行里头第一个德就是寿命，他的寿命是无量，真正的无量，不是有量的无量啊，他是真的无量啊。相好光明，那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讲的很多 啊，大概占五分之一的经文啊，介绍极乐世界的庄严相好啊。底下这句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，要相信这个智慧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有的，只要见性，这个智慧德相全部显现啊。每一个见性的人都是给我们做证明，一点都不假了佛教传在中国这2000年来，依照经教修行的人啊，真正证得像慧能大师一样的等级啊，至少有3000人啊。但是他们证得的不像能大师，能大师是顿悟啊，一听马上就觉悟了，这个是没有第二个人。其他的人呢，快的1年半载开悟了
要这么长的时间。啊，晚的呢，20年、30年。啊，当下就开悟的只有能大师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但是不管是当下开悟，或者是10年开悟、20年开悟、30年开悟，开悟的境界是相同的，没有两样的。啊，那么这些人在大乘教里说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中国人根性很厉害啊，这2000年来了，修行成佛的有这么多人啊，这不包括念佛的。如果念佛的加上去，那就太多了啊。念佛往生的这2000年，我们估计至少是10万人以上。念佛这个法门成就的人太殊胜了啊，不管你什么品位，只要你往生啊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保证一生成佛，能不去吗？啊，还要搞轮回吗？还要去做鬼吗？啊，做畜生吗？不必了，应当回头啊！啊，但是你要想修净土呢，保证你一生成就的，不听经不行。啊，听经有个例子。我们这个胡居士，胡林尼居士的母亲，生前的时候没学佛，啊，他是往生之后中阴才在闻佛，这个太难得了，这什么？这女儿孝顺呐，啊，往生之后，啊，把棺材放在寺院里面。啊，放在道场里面，啊，49天，啊，他的母亲附身，附体，啊，问这些人，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啊，什么原因？是不是因为我的女儿？啊，他女儿是那个，他还有一点不高兴啊，是不是啊？总得为我自己呀、啊。大家说为你老人家啊，你老人家有这么好的一个女儿，我们都为你呀、啊。哎，他就很高兴。啊，劝他听经。啊，他喜欢听地藏经。啊，我们给他讲净土，啊，他就学这两种，啊，问了很多很多问题，他不能了解的，啊，那当时一个年轻的法师很难得，跟他讲解，明白了，啊，最后要求听经，啊，把这个棺材。面对着这个对着地方的时候，放一个电视播地藏经啊，24小时不中断的播，他灵魂他不要睡觉的，他日夜坐在那里，差不多有两个多星期，就将近3个星期没消息了啊，2、3个星期之后啊，他又附体说了。嗯，他听经听懂了，要念佛，送他到念佛堂，跟着大家一起念佛。到第49天，最后
三世信念圆满的时候，他又复生，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，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带他往生了，他是下品众生。语言书生呢，300多个人帮他助念呢，助念49天呢，日夜不间断呢。这个语言非常稀有啊，我们能得到吗？谁有把握你能得到？李炳南老居士往生。也是49天，600多人念佛，日夜不间断，49天。这是真正大福报啊！真正积的大功德了，才有这么殊胜的缘分呢。你看，生前不懂佛法，死了之后才开始。先是好奇佛究竟是什么，搞不清楚。搞清楚之后了，我要听经，听明白了，我要念佛。听经重要，如果不重要，释迦牟尼佛就不会讲经49年。从开悟那天起就开始讲，79岁圆寂，整整49年。将近300余会呀，说法49年呢。49年所说的这么多经，哪一部经最重要？给诸位说，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部经最重要。这是善导大师告诉我。善导大师有2句名言，说诸佛所以心出世，就是一切诸佛应化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。他用什么方法来教人，来度人？唯摄弥陀本愿海，就是摄这部经。弥陀本愿海就是无量寿经。阿弥陀经没有说本愿，本愿48愿。只有无量寿经讲48愿。所以这个是如来所说的第一经呢。这个经有9种不同的本子。这个本子是9种本子最殊胜的本子。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，怀疑，说汇集是错误的。今天早晨我又得了个信息。网络上有人传个信息给我。他们发现藕益大师有一篇文章里面写到汇集本，他赞叹汇集本，流通汇集本。那个汇集本是谁的呢？王龙书的。因为藕益大师是明朝末年人，那个时候的汇集本只有王龙书的本子，只有这一种。魏默生是咸丰年间的人以后的，绝对不是他的。彭继清是乾隆时候人，也不是他的。夏莲就是民国初年的，当然不是他的。所以他那个赞叹呢，就是王龙书的本子。赞叹，说是舌短曲长，这个是汇集就必要了，便利于初学，
佛讲经第一个就是叫人听懂、听明白，然后自己才真正发愿念佛、求生净土，目的就达到了。那么前面几种会集本都有瑕疵，都有人批评。那么夏莲居才做这一次的会集，他花了10年。10年的时间，非常小心谨慎。会集不同翻译，每一个字都必须要是原本里面的字，不能换它。你换它就错了。过去这个本子有换掉的，所以受人批评。还有取舍不当，这也是受人批评的。真正重要的句子漏掉了，不重要的他抄在里头，这都是遭人批评。所以夏老这个本子，这些毛病统统没有。梅光羲老居士趁这个本子《无量寿经》第一本呢，最善的版本呢，梅光羲居士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。我的佛法是跟李炳老学的，这祖孙三代所以我有流通这个经本的义务。大家一批评，我就放弃了，我对不起老师，那更对不起祖师。梅老居士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接受佛陀的教诲，诚信不疑。这些年来，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、往生的人不少我们亲眼看见的。依照这个本子修行能往生，这就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你要怀疑，那你的伤害就太大了。至于菩萨何有疑惑呢？菩萨怎么会疑惑？无量寿经抄里头说，大乘凡夫名菩萨语，有心量很大的，没有自私的，起心动念的，都为广大苦难众生着想的，这叫大心凡夫。为什么是凡夫呢？见思烦恼没断，这是凡夫。没有自私自利，念念想着一切苦难众生，这是大乘。这大乘凡夫，是不是这个菩萨呢？你看他下面是问号。若是众说，众菩萨生疑惑者，可摄大利。故凡夫当明心也。这个话是祖师说的。纵然菩萨生疑惑，都会失去大利。我们不是菩萨，
我们是凡夫，那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。啊，这个要晓得。超的意思很谦虚，没有做决断。啊，居彼者矣，这个彼者是黄念祖老居士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意思，超中啊两种讲法均是能讲得通。其一呢，我等虽是具足凡夫，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，那就是初发心的菩萨。啊，什么是菩提心呢？菩提心的讲法很多，两个小时讲不完。观无量寿经讲了三个：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，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，法愿回向心是菩提心的他受用。啊，这经上说的，大乘起心论上讲，直心，啊，是菩提心的体。啊，自受用也是身心，他受用是大悲心。把经论合起来看，意思就很明显。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，真诚呐、啊，真诚到极处啊，就是真心呐、啊。啊，菩提心心是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。啊，真心是体，真诚心对自己，真诚心对一切众生。啊，这不能搞假的。啊，假的是凡夫，凡夫的心是妄心。啊，那身心，身心好善好德。啊，他的心跟性德完全相应。啊，在我们经中来讲，它决定是跟三福相应，跟六合相应。跟三学六度相应。啊，这真正菩提心呐、啊。啊，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，不但是净宗，所有大乘法，他大小乘全包了。啊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第一条是人天乘。啊，是六道里头的善道啊，这个里头没有阿修罗啊，人天正两道啊。啊，你能把这四句做好，你就不是人生，你来生呢，到人间来享福。啊，但是我们晓得，人天不究竟，复相近了怎么办？啊，人天享福的时候会造业，这个很可怕。啊，最明显的例子，
我们知道唐太宗堕地狱，人间的福报他享到了，而且在历史上是个好皇帝，提到没有人不尊敬。为什么堕地狱呢？杀人太多了。他的江山也是打下来的呀。我们在传记上看到，他16岁就带兵打仗了。这个将军很厉害呀。27岁做皇帝。平定群雄之后，他父亲做皇帝，父亲做了9年，传位给他。他父亲做太上皇，大概父亲心里很难过。他的父亲对儿女非常爱护。结果他把他哥哥杀掉了，弟弟杀掉了，夺取王位呀。就是曾王位呀。他的弟弟帮助他大哥，要跟他争王位。当然大哥是太子。太子想把他除掉，为什么呢？功劳是他打下来的，真的，天下是他打下来的。叫玄武门事变嘛，就这个事情嘛。这个事情不孝啊，你让你父亲多难过。那么打仗杀那么多人，这个罪多地狱，多无间地狱。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。这个世间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有现世报，有生报，生报是来生的；有后报，后报是第三世以后的。遇到缘，决定有报，所以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那么最安全、最可靠，真的无过于往生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绝对不会造恶业了，不但不会造，一个恶的念头都不会起。什么原因？天天听佛讲经，没中断。到极乐世界就最大的好处，第一个无量寿。身不是这个肉身。发性身居住的环境，发性土。我们现在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的心是阿赖耶的见分，是阿赖耶，没办法脱离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就转世成智，转8识乘4智，在什么地方转呢？在莲花里头转了。你上了莲花了，莲花合起来，到极乐世界开，就在合起来的时候，到极乐世界这个中途就变了。我们的身心全变了。完全转变成是自信，自信的身心。跟如来没有两样，跟佛是相同的。这个身好啊，这身无量寿啊，这个身不需要饮食啊，也不要睡眠的。极乐世界光明世界，极乐世界没有黑夜，它的光明不需要太阳，不需要日月。没佛身放光，
每个人身上放光，啊，宫殿放光，花草树木放光，山河大地放光，一片光明。在极乐世界学习就不会有中断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再精进，吃饭要中断了，睡觉要中断了。极乐世界不要睡觉，不要吃饭，它不中断。所以进阿弥陀佛的讲堂，毕业就成佛了。啊，出讲堂的人成佛了，没有成佛，你不会出讲堂。这个学校到哪去找啊？变法界、虚空界就这一家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把它搞清楚啊！啊，你换个法门，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。啊，换个法门是能成的，到哪一时、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届你才能成就啊？啊，你没有把握，极乐世界是有把握。啊，极乐世界不必受那些辛苦，一生成就了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的人，照偶益大师的说法，发菩提心。啊，偶益大师说：“你真相信，你真发愿，这个真信真愿呢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”这个说法太好了。我们不知道菩提心怎么发法了。但是想想有没有有道理啊？你看，第一个，你真相信，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相信有阿弥陀佛，这不得了啊！这多大的功德了！第二个，你真想往生，这个条件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无上菩提心也就是未知两桩事情。啊，这个心一发，就一向专念，他就真肯念了。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念不好？为什么念了多少年清净心不能现前？就是菩提心没发。菩提心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。拿这个经题一比，就是我们清净心没得到，平等心没得到。平等是菩萨心，清净是阿罗汉心。啊，我们这个心呢，念念还留念这个世界。啊，初学佛的时候有道心。啊，古人想的好吗？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，有道心啊，真的啊。学佛二年呢，佛在天边，圆了，距离就圆了。学佛三年呢，佛化成云烟了，没了。那这就变成老油条了。这种人太多了，这种是被淘汰掉了。啊，被淘汰掉自己也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李老师过去常说，他不说别人，他说我们自己自家。啊，台中佛教联社。啊，莲友有20多万人。老实说，我们莲友念佛往生的，10000个人当中，顶多
只有三个五个，这三五个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念佛人当中，一万人当中有9,995个不能往生。啊，善导大师给我们讲的这个法门，万修万人去，那是唐朝盛世。为什么？大家真敢，个个往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慧远大师在庐山建立东宁念佛堂，就是现在的东宁寺。啊，他那个时候同修123个人，个个往生，一个不漏。啊，这真干呐！啊，我们今天不是真干呐。为什么不是真干？我们对于这个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没搞清楚啊，没搞明白了。圆公大师那个时候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成就了，他那个时候一门是一部经，以一部经建立净土宗，就是无量寿经啊，阿弥陀经跟观经往生论都没有翻出来，以后才翻出来啊，最早翻出来的就是无量寿经，他就一直一部经。啊，所以有这么好的成就。啊，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不能不相信。啊，这是我们中国净宗出处。我们再看论注，论注是谭鸾法师的。往生论的注解啊，他这个地方说得好，说此无上菩提心，即是愿作佛心。啊，无上菩提心是什么？就是愿意做佛。愿作佛心呢，即是度众生心。啊，愿意做佛呢，当然佛干什么？佛就度众生了。度众生的心呢，那就是摄取众生身有佛国土心，有佛国土啊，就是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介绍、劝导一切众生往生净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！可是我们劝别人，先得劝自己啊！自己不能往生，你就没有办法劝别人往生。为什么？别人不相信啊！正好，正好，你为什么不敢啊？你还干别的？他怀疑啊！啊，正好的，这真干。那么今天我们太难得了，我们的缘比古人呢殊胜。为什么呢？古人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本子啊，这是真的。9种本子摆在面前，你仔细比较一下，你就晓得这本子好啊。我们上一代就没见到啊啊，这个本子是夏天居老居士在抗战时候才完成的啊，那个时代这些老和尚都没有看到过啊，像虚云老和尚啊，地贤老和尚啊，云英老和尚都没想过，这民国初年那些大德啊。
都没看到过。有的虽然汇集成功了，没有流通出去，啊，没印出来呀。啊，抗战胜利的时候，这才印出来，印出来分量不多，啊，几千本了，这一下就散完了。啊，绿航法师带了几本，啊，他从山东，啊，他是夏莲老的学生，到台湾去带了几本，好像送了三四本给李老师。啊，李老师一看，无量欢喜。前面一篇很长序文是老师写的，啊，没关系，就是是他老师，啊，所以他就做梅柱，在台湾讲了一遍，啊，这个本子以后送给我了，啊，因为有人批评，啊，这个批评当然其中是有意的，啊，李老师在台湾弘法，为了回避，就把这个经讲了一遍之后，就不再讲了。啊，我到台中的时候，这在我到台中之前讲的，我没听到。啊，那么我到台中之后啊，他无量寿经又讲了一遍，用康僧开的本子。啊，我听的是用康僧开的本子。啊，但是这两个本子比较，我喜欢这个本子。这本子容易懂，很清楚。啊，所以以后我在美国跟黄念老认识了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国内弘扬这个本子，他一个人；海外弘扬这个本子，也是我一个人。我们两个碰到的是无量的欢喜啊！所以念老在世，我每一年至少会去看他两次到三次啊，到北京去看看了。现在都不在了，老朋友没有了啊，赵普拉走了啊，傅铁山老先生也走了。傅铁山是中国天主教的总主教，我跟他是老朋友。啊，前两天听说明哲法师也走了。啊，我第一次跟普老会面那一天，明哲法师在。这些老人都走了，我现在哪里都不想去了。啊，活一天，把这个经讲一天。啊，摄取众生生有福国土，我们每天就做这么一桩事情啊。啊，做到等着佛来接引我，到极乐世界那一天为止。人家问我什么时候往生，我不知道。问阿弥陀佛，他晓得，我不晓得。啊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通通放下了。敬业行人，若发如是心。就是初发心菩萨。
真正发这个心呢，就是初发菩提心的菩萨。天台位别叫性位菩萨，别叫不是原教别叫性位菩萨了，如空中之絮，浮尘无定。是故初发性菩萨了，是有退堕之患。这个一段几句话了，是警告我们。一定要承认我们是凡夫，我们有烦恼，有习气。我们遇到缘会退转。你看，别叫初发心的菩萨，像空中的棉絮、棉花，很轻啊，在空中漂浮不定。用它来比喻初发心菩萨，它很容易退转，很容易堕落。做好事不能骄傲，不能狂妄自大。我们过去曾经在汤池做了个小实验，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实验一下还管不管用。那个时候我们招了37位老师。我们是用网络招生的。他的学历是师范学校毕业的，他学过教学，经历他当过幼儿园的老师、小学老师、初中老师，他有教学经验。300多人报名，将近400人，我们只取了37个。开课的那一天，我跟这些老师讲话，我说今天我们办这个实验关系非常大，看看中国传统文化还能不能继续传下去，就在我们这一次的举动，我们办成功了，我们的传统文化会传下去。如果我们办失败了，那大家一看中国传统文化过时了，没用了，应该全部不要了。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所以我们要拼命干，不要命啊也把它干好，这是我们的使命，大家有这种使命感。我们期望呢2年到3年做出成绩出来。没想到这批老师很可爱，我给他4个月的时间落实弟子规。弟子规上每一句都要做到，不做到不能叫人。没有想到了，2个月就做到了。我非常欢喜，非常感激。老师这样的配合。打电话告诉我2个月做到了，这以后怎么办？第二步，我说第二步下乡入户，我们的教不是说，是做出来给你看。弟子规上113桩事情，我做出来给你看。首先到人家里，守孝悌嘛，把孝悌做到。看到农民家里。老人就是自己的父母，我现在回到家里了，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待父母？这个孝顺父母，家里面哪个地方不干净的赶快整理，凌乱的要赶快收拾，整整齐齐干干净净，让老人伺候得欢欢喜喜。那么这样一做，老人感动留着泪说，
你们比我的儿女还孝顺。他的儿女看到之后，觉得对不起父母，没有尽到孝道。我们这样做了3个星期，然后向大家宣布，中心开阔，希望大家来学习，人都来了。出乎意料之外的，3个多月，成绩卓著。这个小镇上的居民，良心就发现了。每个人说不好意思做坏事，觉得做坏事是丢人的事情。成功了，我们大吃一惊呢。我们预想的是2年到3年才看到，怎么3个多月就看到了？怎么这么快？所以那个时候我跟老师们说了，我说我们这个实验证明2桩事情，第一个，人性本善，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，果然不错，人性真的是本善。第二个呢，人民是很好教的，就是没人教，你看一教他就回头了，他就觉悟了，就明白了。真正不可思议那我特别告诉老师，我说我们千万不要鞠躬啊，不要认为我们很能干啊。这个成就不是我们干出来的，怎么来的呢？祖宗加持的。我们感谢祖宗之德，感谢三宝之恩，感谢人民跟我们合作。我们讲他听，他真干，真配合，才有这样的成绩做出来。成绩做出来了，我就在想怎样把这个效果向全世界宣扬？向全世界宣扬呢？那当然得利用联合国，不到联合国去，这个影响力不大。我就天天在想联合国也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。所以全是祖宗在加持，在保佑。我们没办法，祖宗有办法。5月，我们是3、4月做成功的，这个3月，3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成绩做出来了。5月，联合国发了个文件给我，邀请我跟他们合作，主办一个活动。这个活动是从来没有过的，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。主题呢？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。你看，这祖宗安排的呀，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呀？可是我怀疑，联合国找对象是找会员国，怎么会找到我？我们在澳洲不过是很小规模的净宗学院。他怎么会找到我？所以我就派了3个人到巴黎去打听。他们打电话告诉我，真的，真有这回事情。而联合国是找的泰国。我就明白了，泰国大使推荐他们找我做主办单位。泰国大使推荐。那么这个就是在2003年我们跟泰国结了一个好缘。我第一次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第一次是在曼谷开的。
也是我第一次去泰国，跟泰国的皇室结了缘，跟泰国的副总理，他也是泰国的三军总司令，交了个朋友，所以泰国大使支持，我就相信，我就答应参加这个活动。活动是10月份，那就5个月的时间，5个月时间去做筹备，这个活动做成功了，一直到现在，联合国那些人还对我这个活动念念不忘。我上个月到泰国，泰国办一个也是多元文化的活动，我们跟泰皇约定了见面，所以我就去一趟。到那边之后，泰皇生病，泰皇跟我同年，也86岁了，皇后接待。没想到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，有17个国家大使也到泰国来参加这个活动，跟我见面，希望我明年到联合国再办一个活动。他念念不忘是那一次的活动做得很成功啊。给人家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都这些人来看我，我非常欢喜我跟他们说，我上一次我有汤池小镇做报告有东西报告那明年叫我去做，我没东西报告。当时有人提醒我，澳洲图文吧，他们要搞一个宗教和谐示范城市。对，这是今年年初，是今年3月间的事情，我回到澳洲，我们办了一个多元文化论坛，在论坛里面，我见到当地，也就是这个小城里面的宗教领袖，小城，这个小城只有10万人，我在那里住了10年。这个小城有80多个族群，100多种不同的语言，10几种宗教，确实是多元文化。这么多人住在一起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像一家人，不容易真的可以做全世界人做榜样所以那个时候，他们有这个愿望提出来跟我说，我说好，我说我答应你们，给你们1年时间，那就到明年3月，真正做到了，他们做得很积极。真正做到了，明年我们到联合国办活动。我们把这个拉到联合国去展览，去宣传，让全世界的人，你想看和平，看不同文化的融合，你到图
图文班来学习啊，到图文班来考察啊，所以他们现在搞得很积极啊。昨天我跟他们开会啊，用的是视讯，用这个科技的方法，我没有时间过去啊，他们是一定要我过去，我没办法，没时间啊。我说我今天还有很多约会啊，重要的约会不能过去啊。昨天的会开得很成功啊，他们也欢喜，我们在电视屏幕看到他们的会场，他也看到我，我们面对面提问题解答啊，这是科学技术啊！啊，有这个种技术，不要往外跑了啊！坐在家里可以跟全世界人开会啊，所以要晓得什么？有退度，不能骄傲，一骄慢的时候就完了。功德是祖宗的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啊？啊，联合国祖宗安排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安排的，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。啊，上一次这个效果难得，这些人这样的怀念啊，所以明年办活动，我们一点心都不要操啊，由他们代我们申请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国家啊，有值得去在联合国表扬报告的，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参加啊。我们的有几个企业落实传统文化做得很有成绩，我们希望这些人都能够参加啊，提出报告。他要不相信，到你们公司去考察啊，去看，真正看到啊，不需要用西方那种法律式的管理，用弟子规让员工自动自发啊，把公司看作是自己家的事业啊，不分彼此，全心全力来做啊，这个是外国人想象不到的啊。还有教学啊，中国传统式的教学，吴宏钦教授做出来了，我们天天在想啊，没落实啊，没想到他做出来了啊，试验成功的6年小学，从1年级到6年级啊，教的课程呢就是一门深入，尝试选修啊，这些小孩教得非常好啊，参加考试第一名啊，他们念文言文，念古书啊，背四书，背这些东西，学书法啊，小朋友写的书法挂在外面，人家看到不相信是小孩写的啊，真练出来了啊。非常可惜呢，就是这些小孩不能继续学习传统，他一上中学了就被污染了，这没办法啊。所以他吴教授来看我，我就告诉他，我们要办个一条龙的学校。什么叫一条龙？从幼稚园到研究所啊，这些学生我们负责来教啊，他就不会受到外头感染啊。我们每年招生不招插班生，插班生插进来之后他把我们搞乱了，我们年年只招幼儿园的学生，
幼儿园大班、中班、小班都教，啊，一年级从这升上去的。他升到中学就我们办中学，他升到大学我们就办大学，他升到研究所我们就办研究所，我们一直照顾他拿到博士学位。啊，这样什么？这样才能培育出圣贤人才呀！啊，这个实验我在马来西亚做。啊，我跟吴教授说了，这一条龙的学校办出来，我说你到马来西亚去教。啊，现在我们建了一个汉学院。这个汉学院就是我们教学场所，啊，土地面积不大，是一个居士送我一块土地，大概和中国了78亩，啊，外国是13个英亩，一个英亩是6个中国亩，啊，比我们汤池大一倍，啊，汤池只有30亩。啊，我们利用这个地方来办一条龙的学校。啊，这桩事情我们得到马来西亚首相的支持。啊，我们对他们非常感激。啊，他们是马来人，回教徒。啊，确实是热烈的支持。啊，非常难得，让我非常感动。啊，这是一桩好事。啊，这个试验成功，不是关系一个国家，关系全世界。啊，为什么？试验成功之后，告诉大家，中国传统这套教学方法是正确的，是有用的。啊，让全世界的教育去思考，教学的内容要修订。教学的方法要修改。啊，今天不做出榜样，说的再多没有人相信。啊，今天一定要把样子做出来，他才会相信。啊，不做出样子出来，光说没用。啊，我们汤池小镇就是被联合国的会友逼出来的，我们从来没想到过这个事情。啊，世界动乱，一年比一年严重。啊，我参加会议参加了10年。啊，大家都在寻找方法，如何消灭冲突，恢复安定和平，都在找方法，找不到啊。啊，我在大会当中做了很多次报告，啊，把中国古圣先贤这套智慧、理念、啊方法、经验和效果跟大家报告，每个人听到都感觉到很新奇，啊，闻所未闻，欢喜，啊，也鼓掌，啊，我下来之后问我法师，这是理想啊。这做不到啊！啊，我是被他这一棒打醒了，才晓得讲没用，要做出来。你做不出来，以后就别说了。啊，没想到啊，我们在这个汤池的实验居然成功了，而且那么快速成功，这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。功劳要归老祖宗啊！我们自己不可以有丝毫傲慢心啊！你有一点傲慢心，那就大不孝。我们哪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啊？全凭祖宗之德、三宝加持啊，才有这么好的收获。
啊，永远要谦虚，永远要恭敬。啊，小心谨慎。啊，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把传统文化继续下去。啊，无论在中国在外国，只要有人是虎，那就是有缘。啊，他不认识，不认识的障碍，这没有缘。啊，他认识，啊，他会帮助我们。他知道这个东西做成功了是全世界的，啊，利益是全人类的。这是大功德，大因缘，大事业。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啊，现在也有这个基础了，做出来了，啊，汤池这个做出来了，啊，吴教授这个小学从一年级都已经做出来了。啊，所以我请他到马来西亚了，我们汉学院的，啊，到那边去指导大家。啊，特别是关于课程的设计，啊，跟教学的方法，他也是多才多艺。啊，大学教授不当了，去当小学老师去带小朋友，啊，带了6年，真难得。啊，所以这是说明，啊，助理的说明，我们自己心没有真正定下来。啊，会有退转，好似别人一赞叹一奉承，我们就得意忘形，啊，傲慢就升起来，觉得了不起了，完了，马上就退多了。啊，别人是回报几句，我们就很不高兴，啊，就怨恨心错了，啊，要在顺境里头不生贪念，逆境里头不生忏悔嗔恚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这才能成功。啊，尤其是夫子在《论语》里头说了一句话，我们永远要记住。啊，他说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啊，周公是圣人，是孔子一生最仰慕的人，最佩服的人。啊，他想学周公，所以周游列国，可惜没人用他，回来教学。啊，像周公那样才华，像周公那样的德行。失教且吝，啊！如果他有两个毛病，一个是傲慢，一个是吝啬。夫子说：“其余则不足观矣。”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，你看周公的谦虚，周公对人的尊重、敬爱。不分富贵贫贱，他见每个人都是蛮和睦、亲切，啊，那种真诚心流露，啊，只要是有利于别人的，何况有利于国家，再辛苦他都不辞。
啊，认真努力，给大众做最好的榜样啊！啊，举这个例子，为我们说明。别教性味菩萨从初心到实性都有推动啊，都会动摇，用这个来警惕我们啊，我们不要犯这个过错，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成就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